欢迎婷姐。嗨，麦哥，婷姐好介绍，走，我们去看房吧。今天看的就是在我身后这一间，我们在 Bukit Indah 的 Garden Villa。今天参观这一间哈、是双层田字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间双层田字屋是全装修的哦。我们车房的遮棚做好了，车房这一边我们来看看 ，Auto Gate 也做好给你了，车房停2辆车绝对没有问题的哈。再来呢，因为是田字屋呢，我们的旁边它是有多一个10尺的空地的。这一间的屋子土地面积是32×70，一共有4家1间房，5间厕所。旁边这一边的话呢，你可以拿来晒衣的空间啊，还是小朋友出来走走、骑脚踏车在车房都没有问题哦。进去屋子里面参观看看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房款哦，它要上客厅的时候是有一个小阶梯的，所以本身客厅这一边是高一点点的地势。进来参观，哇哦，可以看到这一间双层田字屋。在 Bukit Indah 区呢，全装修，我们客厅的空间放了很可爱的小沙发哦，在这个位置。往后走的话呢，这一边你就可以来到饭厅的区域了。屋主他本身摆了一个6人的小长桌在这边，上面还有做了一个美美的水晶灯。刚刚有看到吗？我们这一边婷姐刚刚玩水的地方，这一边呢，它不是小鱼池哦，这一个的话旁边是有摩托的，屋主自己找人做的一个小型的按摩的池。池子可以平时泡在这边，旁边有按摩，然后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透光的哈，直接是透天的设计，但是上面有做了透明遮棚了。再来，我们来看这边，来到干厨房空间。干厨房这边它的台面都已经是做好了。厨房的话，湿厨房在后面给大家来参观。湿厨房的话呢，这边很简单的一个小灶台，平时炒菜煮饭都在这边。还有这个区域它做了一个小小的洗水台，这个地方呢旁边放了洗衣机，所以平时如果有一些东西要洗菜呀，还是你洗衣机要拿一些手洗的东西都有位置。大煮大嫂的朋友其实田字屋呢外面还有10尺空地，你都可以拿来再做扩建的。我们楼下这边呢有2间厕所，这个是第一间，等一下再去第二间看看。这边呢有一间小房，这一个是4+1房嘛，所以这个就是加一的那个小房间。再来呢，我们来看楼下的长辈房，带你进来参观看看。长辈房这边呢是摆了一张双人床，还有做了这个，看到吗 ？View in the cabinet 都已经做好了。长辈房里面呢也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哦，所以长辈要上厕所是不需要跑到刚刚厨房的这个洗手间去使用的。再来，我们去参观二楼哈，这一间的话呢，大门的方向是向西南方向的。每个月呢，保安维尼费是175块钱。走，我们去楼上参观。Bukit Indah 这个区哦，非常多朋友在找，因为很方便去第二通道吃东西、买东西都是相当的方便的。来，我们来到楼上。楼上这一个小空间呢，你可以看到屋主拿来放了一些健身器材，如果也有运动的朋友，这边也是可以做健身啊、运动用途，或者摆一张小沙发都没有问题的。楼上这个房款的话呢，是3房3厕。你看要去我们的这个房间之前，因为刚刚下面这边看得到就是那个小水池，所以采光非常好啊，这间房子。来，我们来参观第一间的楼上客房。这一间客房的话呢，它摆的也是一张双人床在这一边。再来，你也可以看到双人床了之外，我们的一样壁橱都是做好给你了的。再来，我们每一间房间呢，他们都是自己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，不需要 share 这个 toilet 的。再来，我们去看隔壁第二间的房间啊，这一间房间呢，感觉起来好像稍微大一点点你看。从我身后的这个衣柜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房间真的是偏大了哈，而且这个房间呢采光又感觉更好了。在这个床头的部分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窗户。再来呢，也去看一看每一间的洗手间，都带大家去参观参观哦。这一间的这个房间的独立卫生间是这样的，都是没有很大，可是刚刚好够用。我们也去参观参观我们的主人房哈。
来来来，来到主人房，哇哦！主人房屋主摆的这个床架有点大，有点特别哦，真的很大的一个大床架在这边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床架摆放的空间，之外前面这一边哈，它其实有做一个小小的这个推拉门的。这一个门如果推进去的话，带大家进去参观，它的衣橱就是坐在这边，屋主是把它做成一个开放式的这个衣橱，没有做这个门，门就是旁边这一个推拉式的门了。然后呢，衣橱转过来这边是太太的这个化妆台、梳妆台，它整个衣橱很特别的是属于有一点半圆形的空间。衣橱走进来这边的话就是来到主人房的卫生间了，相对来讲更大一点。如果你要在这边加浴帘、加我们的玻璃门做干湿分离都没有问题哈。这一间主人房除了有这个步入式的更衣室呢，它还有一个小阳台哦，带大家来看。但是我们这一间阳台的这个地砖部分是有一点点翘上来啊，所以自己买进来要住的朋友可能里面的装修可以省下一些钱，但是这个地砖就要做一些更换了。你可以看一下，看过去的感觉还蛮不错的哈，地势蛮高的。这个地点就在 Bukit Indah 的这个 Garden Villa 十一路哈，我们叫 Bukit Indah 十一路的双层田置屋。这一间的话呢，土地面积32x70，我们是4+1间房5间厕所的，这边也是永久地契。大门的方向呢是向西南的哈，保安维力区，每个月的保安维力费呢是175块钱呐。我们这一间的话，物龄呢，物质的话大概是有8年左右。卖价的话呢，屋主的卖价是100万。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来麦哥婷姐好介绍哦。我们这一间房子3分钟就可以去到外面的商店街了。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，这边去到我们的第二关卡哈，大概只需要18分钟左右，距离 AU Bukit Indah 也只有5分钟的距离哦。以地点非常的好哈，如果是屋主们也有 Bukit Indah 的屋子要卖要出售，也记得要联系我们哦。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，离开的时候点赞麦哥婷姐好介绍，帮我关注还有分享出去给需要的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